妮塔，今天又来跟你们分享夏季的穿搭灵感啦。那这次呢，我一样会顺便就是跟你们分享我的选品服饰品牌 Mori 的新品们。那因为就是疫情两三年的嘛，我觉得就是还蛮多人都开始想要度假旅游，而且有一些国家已经渐渐开放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就是夏季的穿搭灵感，我就选了很多有一点度假风啊，或者是比较交友感啊，比较约会感的洋装们。那我们就开始分享这次的夏季穿搭灵感吧。在开始之前呢，也别忘了先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里面分享更多的穿搭，还有一些美食、生活等等的。那首先第一套呢，就是我身上这一件非常有度假风格，而且很有春夏气息的一个嫩绿色的洋装。那这件洋装它的绿色，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调滤镜的时候会用的那一种，就是它又不是带有荧光，它是反而是有一点点低饱和度的那种绿色，但是又不会太暗，不会显就是肤色整个灰灰脏脏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滤镜色的绿色。那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剪裁，我超级超级喜欢，它就是一个超大的水手荷叶领，到后面整个都是超级好看的，而且它这样的完成就会显得头比较小，就像我一样有这种大头的人呢，就是非常的适合。而且它的背后呢是有这样子一点点的绑带造型，但我忘记我有没有绑好像哦，有。那再来就是它的袖子是做这样子，大概三四分袖，就是完全可以遮住我的胖手臂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胖上半身的人呢，就非常适合这件洋装。那我觉得在春夏的时候，你是搭个草帽啊，拿个编织的草包，就会非常有那种郊游的气息。所以再捧个法国面包或者是鲜花，有没有拍照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感觉。如果你不想要尝试这样子不同的颜色的话呢，其实它也有出白色的，白色也非常的好看，穿在身上就是超级好搭，非常清新。那我觉得它的材质啊是有一点点小挺度的，所以基本上白色我觉得你就算不是度假，就是参加一些婚礼啊或是一些 party 的话，我觉得它也非常的适合。再来这一套呢，就是夏天不能少的 bra top， 或是像这样的细肩背心，它是奶茶的这种滚边拼色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那这件呢，它里面是有内垫垫子，然后可以自己拆掉的。它的垫子呢是还蛮包覆性，而且就是还蛮显身材，就算你单穿就是这个 bra top 呢，也不会就是太平胸或是身材看起来略显单薄，我觉得它就是还蛮有加分效果的。那它的这个呢是双肩带，就是很有小性感的感觉，而且是弹性的，所以穿起来不会勒，很舒服。那整体这个包覆乳的效果呢，我觉得也都做得很好。那这件牛仔裤呢，我这次也超级超级推，我自己私心留了两件，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了，穿起来就是非常的显腿长，然后整个比例看起来非常好，因为它是高腰的，我的肚脐在这边哦，它又比我的肚脐再高一点点，所以穿起来就是非常的修饰身材，然后可以遮小腹啊，然后又可以显腿长。超级推荐，而且它的布料呢是很舒服的，不会太厚也不会太硬，但是呢它又不会超软没有质感，这样子非常推荐这件牛仔裤，拜托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真的很好穿又很好看。那顺便介绍我身上这件无领的针织膝外，它是很复古的感觉，但是呢因为它是没有领子的，所以又不会太正式太就是严肃这样子，像我里面这样搭个 bra top 或是搭个运动内衣，甚至是T 恤都会非常的好看。那它的这个扣子呢是同色的包布扣，就整体是蛮有质感的，而且它这个针织啊不会到非常的厚，就是夏天在冷气房完全就是穿得住，或是晚上就是可能到山上看夜景的时候呢，它都是非常适合。然后它的颜色呢又是像这样子有点浅奶灰色，我喜欢这种有点帅帅有个性的感觉，非常的好看。那这件呢它是有一点点小垫肩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小肩膀垂肩的人，就还蛮适合穿这样子的膝外，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点点直角肩的感觉。下一套呢也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度假洋装，然后它是有点半长裙式的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露脚的人呢，我觉得这件就是可以遮阳，然后又很有度假氛围。那重点是它的材质呢，面料非常的好，就是摸起来很舒服，很有质感。然后整个这个荷叶边啊，也超级修饰手臂的。那它底下呢，就有点点像蛋糕裙这样一层一层，但是又不会过蓬，所以不会让你显得就是肚子很大啊，很像孕妇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件布料是有一点点弹性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孕妇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穿。给你们看一下背面，它是非常的有小心机，就是有做镂空的设计。来到海岛国家玩的感觉，或是去澎湖，我觉得
都超级适合的，好想去澎湖哦！就是我大概已经几年啦、啊，有没有五年没有去过澎湖了？就是很想要去，但他就是这几年都没有出国，就是很想要感受一下那种坐飞机出国的感觉。这件洋装虽然是土色，可是它不会过于的沉重，不会太像秋冬样子，连侧面这个荷叶。就是很有分量，也很好看，很立体的感觉。戴这件西外呢，是今年日韩都非常流行的一个粉色，穿起来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很有那种春天粉嫩的感觉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边呢、啊、是做这样子开叉的，它没有做扣子哦，所以呢它整体就是会更休闲，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折起来，也很好看，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气息？好，我今天这帽子有点不搭。这一个呢，应该适合直接这样子，或者是戴比较像绅士帽类型的帽子会更好看。它的材质呢也是舒服的。大家如果就是衣柜里缺少一件粉色西外的话呢，这件很可以收。我自己衣柜里就没有粉色西外，所以这个呢也会是我的自留款。再来是这件小象风的针织外套，那这件呢也是非常适合上班在办公室冷气房的时候穿，而且它的材质就是非常的亲肤，很舒服的那一种，你摸到就会知道，就是我卖的真的是非常对得起这个价格。就是我妈妈来试穿的时候，她也立刻把这件挑走，因为这件就是穿起来很有气质，然后有一点点正式感，超级好看的。我妈还说这件卖多少钱啊，成本是不是很高，怎么卖这么便宜啊，我觉得它质感很好耶、欸、你们就知道这件真的是很对得起价格，材质很好，然后弹性也很好。再来也是今年必收的一个针织背心，然后这件背心呢有四个颜色，有像这件的嫩绿，还有一个嫩粉色，那还有黑色跟白色。那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春夏气息的，就可以选嫩绿或嫩粉。那这个黑白呢，就是非常适合喜欢简约时尚时髦的小姐姐们，就是可以选黑白色，穿起来会非常的好看。那如果你比较想要就是有度假出去玩氛围的话，就是可以选这种比较春天活泼一点的颜色。这件呢也是我个人私心大推真爱的自留款，它是一个非常有温柔感的木耳边上衣，我觉得穿起来就是有一种温柔欧尼的气质，就是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加上它是那种凉凉薄薄的材质，所以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刚好可以当防晒，但是又不会太闷热，而且白色就是一个春夏完全不怕出错的颜色。它也有出同款的黑色，但是黑色就比较难拍出它的细节，所以给你们看白色。那这里呢有两条绑带，绑带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垂坠的，就比较休闲感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小结，这样子也 OK， 或者是你打一个蝴蝶结也 OK， 就是比较甜美的感觉。再来也是今年就是非常必备的甜美元素，就像这样子欧尼风的大翻领衬衫，然后它也是白色，所以它就是穿出去就是很有那种小清新女孩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像那样的衬衫呢，其实平常上班族也都可以穿，然后它这样子比较甜美的大翻领，超级可爱的。再来就是它这个浮夸的袖子，超级好看，是有一点点宫廷风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浮夸的刚刚好，不会让我不敢穿出门的那种。然后我觉得它就这样子，有点小甜美的感觉。因为它是这样薄长袖的，所以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当个遮阳的感觉。心态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细细镂空的条纹，所以它虽然是衬衫的，但是它带有一点点休闲，然后有点甜美的感觉，不会过于正式。以上就是这次的春夏穿搭灵感的分享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如果你对于 Mori 的新品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打点开底下的资讯栏，我会放上 Mori 卖场的连结。那如果你不想要就是购买 Mori 没关系，你自己衣柜里有类似这样子的单品，或者是你刚好逛街有逛到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单品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搭配。那就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也别忘了就是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那想看什么主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